拉射技术是学习射门时的一项基础技术，本技术最大的优点是准确性。运动员呈冰球预备姿势侧对球门，双手架离身体，球拍落于冰上，将冰球置于身前后向后拉，将体重转移至后侧脚，并从此将球向身前移动，向下压球杆，将体重向前侧脚转移，并在冰球射出离开球拍时迅速翻转手腕。射出冰球后，需让球杆继续跟随挥动，指向球门。运动员呈冰球预备姿势侧对球门，将双手架离身体，并将球拍落于身前的冰上，将冰球向后拉，将体重转移至后侧脚，将球向身前加速移动，向下压球杆，将身体重量向前侧脚转移，并将冰球射出。当完全将体重转向球门方向，并将球杆指向球门时，本动作完成。没有将身体重量在双脚之间转移，没有让身体和球杆继续跟进，向前过分倚靠或双手过于靠近身体，双膝弯曲程度不够，核心肌群不够收紧。